We now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part 4 of the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Qinghai titled Sorcery Contest, given on August 11, 1991 in Shihu, Taiwan or Formosa.宋朝以后就是梁朝，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元朝啦。<笑>啊？啊？<笑> 另外一事啊，意思说比那个前一点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看不能有那个后一点，有没有？后面就这边啦，后面一点。那不是后来的，就是说从这里到那个啊，那没有了，对。那前面呢？前面哈，你认为你说我跟中国的那个关系只有那一次当和尚而已啊？不是啊，不止啊，你是在中国是累世都跟中国有关系啊？嗯，还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关系复杂，关系复杂，还在想。用看的不是用想啊？不知道，这不是少说，很多关系。 很多关系，那做过皇帝也做过那个，就什么皇帝？做过皇帝嘛？哪一个皇帝？啊？哪一个皇帝？不是，我是看你色身啊，那看里面那个以前那个，那看你以前穿过什么衣服啊？那穿过龙袍啊，就皇帝啊。所以要看你的色身，以前穿过龙袍，做过皇帝。对，不过是什么皇帝啊？什么皇帝？哪一个？哪一个皇帝？哪一朝？哪一朝？ 那我回去再研究一下好不好？你这个看法太普通了，我也会。<笑>不是想回去多做观音那个多打坐嘛，那个力量高一点再来研究师父的累世的事情嘛。<笑>这个不用那么高，可以查得到。不用高。哎，过去那个什么望佛城那里就可以查得到了。<笑> 那我必理那么时应该观音多观光，怎么讲那么隆重的事情？哎，这里谁看到师父前世做什么，在中国举手，然后讲给我听。我们同学很多都有神通的，哎，我们可以看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想要考虑考一下。有没有人跑到那种地方可以查的？就来。如果讲不全，你知道，砍头发。 <笑>强迫当和尚<笑>啊！那你还有什么要讲？那你等一下。那个师傅，我想有一个请求，我想要出家。<笑>啊，不是，不是利用这个机会，<笑>讲又讲不成，又要出家，怎么行呢？<笑>没有，没有什么礼物可以朝供，怎么出家呢？<笑>你回去好好研究，讲得纯的。 啊，可以出家是吗？可以讲纯的，就让你出家。好。<笑>为了你有一点神通，也让你出家的。谢谢师父。不客气。哎，你讲，听我，声音没有，赶快拿另外一块神通来啊。那个是叫广场舌相。 讲讲话的声音很洪亮。喂，哎，对不起，<笑>爸爸师父，请问师父您在前世是不是有当过那个六祖慧能大师？听不懂。当过六祖慧能。啊，那个你该嘛问我呢？因为我在实践堂第一次听您讲经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您是那慧能大师的那个很老的样子。 很老，说不定是六祖啊，很多和尚都很老啊。因为那个禅师，那个身材也是，
就是差不多身材可能是差不多一六多这样子。嗯，我也不知道呢。嗯，有没有香啊？头发这样斑白斑白这样子。头发是花白花白。啊，那个头发白，老了就会白了，算什么？这个不是印证的方法，嗯、啊。啊，谢谢。那这个我不告诉你们了，嗯。你自己看呢，不懂啊，问我呢。啊，如果我说是的，大家会说我夸张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也没办法印证啊。除了那个，我现在学不了中文，我就能去听就能讲而已。那时候跟他比较像而已，那别的不像什么、啊？这个脸哦，像不像啊？啊？因为现在师傅已经换了一个肉身了嘛，当然看起来不像嘛。嗯、不像啊？对。嗯。不像就不像啦，嗯，我在宋朝当和尚，怎么又在当在那个粮草又在当和尚呢？你生生世世要把我当和尚，无聊死啊！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师父那个样子就是，嗯，有可能哦，我查看看哦。谢谢师父，不客气。我也有怀疑一点点了。还有谁？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好像跟中国人的姻缘很深啊啊！有好几次来中国有没有？嗯，也有当过皇帝。哎呦，皇帝是最惨的，当皇帝是最惨的。不过有一些皇帝是很开悟的，懂吗？当明君嘛，很忠君爱国啦、啊，很照顾人民啊。嗯，比较为了那个人民啊，比较牺牲一点个人呢、啊，比较真正的很关心他们这样子。有一些中国皇帝真的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像乾隆啊，是很好啦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别的我不怎么很知道，我比较喜欢那个乾隆。他那个风采啊，那个文武啊都很好，那风度也很好，因为爱心也很好，他没有弄错什么，都是弄对的，啊，别的皇帝有罪有功，是不是？他好像就有功没有罪啊，他就有一个毛病，就是爱漂亮的女人。不过这个每一个男人都有嘛，是不是？不过他呢，好像他那个爱情是很单纯的呀，喜欢看呢，喜欢聊天呢，又没做什么，是不是？是没什么。当朋友而已，然后顺便帮助他们而已，为了他们比较漂亮一点，吸引他一点，然后他就查到他们那个后面的冤情啊，然后他就顺便帮助他们，帮完他就走了，是不是？也没什么，嗯，也蛮不错，嗯，好，那你还有什么要讲吗？那个道家不是道家，啊？等一下，那天要跟师傅斗的哈，道家变斗家了哈，那后来呢就不斗了。那天要来跟师傅斗法嘛哈、啊，然后我们射光出去嘛，结果师傅都接嘛，是吧？那天要来跟师傅斗法，光射出去、啊，对，就射那个剑光出去啊，然后剑光啊，对，哎呀，你早讲，我那天就不敢出来了。我这个老花眼茫茫目目没看到剑怎么光啊？啊，还好看不到就不怕，看到我一定会发抖哦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师傅有那个佛光嘛，哈，是佛光哈布满就整个大殿嘛。嗯。所以说那剑光过不去也好，都软掉了就下来了。软掉了。对。面光。面条的面。就是跟那个佛光哈，被那个佛光好像就是那个融化。对呀、啊，就变成光啊，光和光就混在一起了，还怎么射人呢、啊？对啊，啊、哦，对啊，所以说什么功力也好，什么道家那些也好，对师父都没有用，没用，对，没用，真的没用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然你们那些道家好凶恶，我跟你没仇没恨，怎么来射箭给我干嘛呢？是啊，我从不认识你，这样子还要来出嫁，你看好可怕、啊！带仇人进去自己的房子，你看，不是我要考虑哦。
我要考虑你要出家，那个问题啊，好恐怖。现在是师父的徒弟嘛啊，然后现在就是可以放弃以前事情啊，然后就跟师父学观音法门嘛。观音法门是究竟的嘛，要成佛的话只有观音法门嘛。那还有要开发自己那个以前那个道家或者什么家的哈，那个功力要再加深的话，一定要学观音法门才有办法。当然了，因为以前那些那个道家那个始祖嘛，哈，都是修观音法门才有办法弄那个东西出来的嘛。是是，对，所以说要修到那个越来越高的话，就要像那个祖师的等级的话，哈，那当然是要跟他们一样学他们来那个开悟的那个方法嘛。等一下，他说我要学到他们祖师啊。是是是，对，以前呢、啊嗯，道家也是啊一种修观音法门，知道吗？是名师嘛，他们会考验人啊。对，以前他们要学道的话，分好几种等级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比方说刚初步进来哈，那个学什么神通呢？踢水啊，擦地板啊，洗厕所啊，那些神通都先要学啊。后来比较快一点的神通，像呼风唤雨啊，懂不懂？那要有用嘛。要有用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住是比较简陋的地方，对，大众来的时候没地方住啊，比方说上大会的时候，应该那个呼风唤雨啊，把那个天际挡掉一下啊。不过要这个用力很多啊，弄完以后就身体又很疲倦，不是这样那么简单，说呼就呼，换就换这样子、啊。而且以前他们也不怎么干净了、啊，也不怎么世俗，不怎么很干净了、啊，这随便嘛，这是徒弟门徒而已，不是徒弟啊。不是弟子，所以这随便呐、啊，所以那个用力的时候就会很疲倦，不是那么耐力，像我们世俗的人一样。而且魔鬼也很简单困扰，我们世俗的人呐、啊，魔鬼是比较尊重一点，听懂吗？看我们有爱心呐、啊，先魔鬼神他们也尊重那些有道德的人呢，他们不敢伤害，伤害的话对他们那个什么，对他们罪恶太大了，没有人能救他们，这么不敢不敢。就比较小了。比方说我们在社会上是这样的，小偷强盗啊，他们是抢小小的人物，他们不敢抢那个总统府那边啊，听懂吗？我是大官那里，懂不懂？这样子对他们如果被抓的话，他们就完蛋了，了解是不是意思吗？哎，就是这样。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，比如说我那天跟师父斗嘛，就先用射那剑光嘛啊，那因为那时候那个等级还是很小，所以说还是很小，所以那个剑呢，好，就好像三寸几寸，就以你那个功力也好，看你可以射出来几寸光啊，几寸那个道剑光。听不懂。那是我那个功力啊，嗯，它射剑光功力越高的话，那个剑光越长。对，一寸两寸三寸。他呢？你的剑是多大？那天跟师傅斗的时候，好，差不多这样。这样那么长啊？哇！这个力量不多了，不巧了，不小了。对啊，那可是那天就看那个师傅有一张照片嘛，就那个了不起哟，能够弄到这样那么长的剑的话，哎呀，修好久了，从小修才能够这样啊。对，从小就修。而且又没从小没吃素，是不是？对，没吃素。哎，能练到这个样子的话，了不起哟，了不起啊！对，多数的人能够练那个阵出来。那个什么识别证那个证呢、啊，知道？啊，修化阵呢？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哦，还好没有重伤哦，重的话我从这边到那边来哦。对、啊。后面还可以多射一个人哦。对。那有的时候哈，都会把那个人那个灵体哈，就射穿过去。他说功力高，要把人的灵体都射穿。是啊，是啊。然后那天就是看到那个师傅有一张照片，就是那个智慧剑嘛哈，我看到那次剑哈，我说实在是师傅那个力量哈太大了，那哪一张、就是、啊？对，那个智慧剑嘛，那个照片，然后有那个好像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剑啊。我讲弄那个剑，我要砍那个对圣诞节的饼干嘛。对对对对啊，就是我的智慧的剑砍饼干的剑。那个有什么功力呢？那个光是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大了。然后我就说，那如果说要把我这光那个剑、大概那个菜刀比较好的品质，它会发出一种光度啊。
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去找那只菜刀啊，那菜刀行啊就可以了。那师傅那个就是内在那个佛光嘛，那个力量啊，那透出来了。我就顺便接饼干而已，讲怎么那么隆重啊？啊，对啊，事实就是这样啊。接饼干嘛，看得清楚啊，有没有？准备接饼干啊，那个都发给大众吃嘛。我不是四禅神通，不是像你一样射箭的，没有啦。师父是所有都有神通嘛，那只是说师父有时候会盖不起来嘛，然后他就自己也会跑出来嘛。盖不起来啊？对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那对，那我又看那个师父那个智慧剑嘛，好，那光很大，那我想说，我就说要把我自己那个剑呢，好，那剑光弄大哈，除了修观音法门，不然没有办法。看到师父的智慧剑的光那么大，而且他自己也那么大的话，一定要修观音法门。像这样子、啊，对，哎呀，很有智慧的人哦。啊，不是，师父加持嘛。后来呢？射不出去，然后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？射得出去，然后射得出去就是跟那个光跟光就融化掉了。融掉了。对。然后你呢？我就很无奈啊，我就说这样怎么办呢？那我来哈、啊，我来本来是要就是要那个抓师父的那个狐狸尾巴嘛，我看师父。啊，这样的，然后要看我倒在哪里，这样，哎、啊，大家笑死这样子，结果他不倒呢哈，结果就太厉害了，没办法哈，我也对不起你啊，不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、啊，我知道啊，如果你跟我先讲，我就假装倒下去也好玩啊，你演不好吗？演我两个一起演一个怎么演呢？如果你拜托师傅，我今天要射你，你倒一下就好了，我就马上弄给你啊。这个算什么？但我还没有跟师傅印心之前呢，然后那个我要抓我那个现在所有的那个同修嘛，一个师姐啊，抓去一贯道嘛。本来那个我带去那个一贯道那个师姐嘛，然后我就来这个，然后要来西湖之前哈，就有那个所谓那些神仙嘛哈。神明啊，那个道教的那个佛那个神啊，就跟我说你可以修观音法门的。他也那么坦白。对啊，他也说你可以修观音法门的。那我说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过来那个，然后我跟师父印心之前呢、啊、哈，就先问那个济公活佛嘛。啊、哦，然后济公怎么讲？济公没有讲话，然后第二天他就叫我名字嘛，因为我在一贯道那边三年那边很辛苦啊，然后那个济公婆婆就叫我的名字叫三声嘛，叫我阿才嘛。啊，叫阿才，然后对，我叫阿才，然后我那个徒弟看到师父都要跪下来做一磕头嘛，哦，然后磕三个响头，然后他说你可以成佛了，然后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就噼里啪啦哭了。他看到济公活佛磕三个响头，嗯，然后济公活佛来讲说你可以成佛了，他就一直流泪。啊，对，为什么济公流泪呢？你成佛他为什么流？啊，你流泪？是我流泪，对、啊、对。就表示说可以修观音法门，是不是、啊？对啊，所以说表示要成佛一定要修观音法门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你那个时候问他是不是能修观音法门，是不是、啊？对，我说能不能跟青海印心嘛、啊，他说他就不讲话。啊，他讲这样就对了，他就是回答啦。对啊，那我就搞不懂啊。然后他一定要叫我说可以成佛，我才相信啊，嗯，然后我才哭啊。